怎么样？我一直盯着，车开进去就没出来。林子，你从后面绕过去，我从正面攻击。行动，是，跟我走。 走，收。 就是为了告诉我，那些军统分子长翅膀飞了。恕属下无能。如果我不认为你无能呢？阁下，您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觉得你给我的这些结果？ 还让我不能确定你通敌吗？哦，不不，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你想想，如果我真的通敌的话，就没有人能为您办事了。丁桑。 真不愧是个人才啊！你就别取笑我了。卑职定当竭尽所能，不负阁下的厚望。谢谢丁桑。不过，租界前段时间通缉的那个女杀手，一定是个军统分子。我认为，她现在一定还在上海。 希望丁桑务必尽力把他捉拿归案。拜托了，请阁下放心。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不分昼夜，全力以赴，把潜伏在上海的军统分子全部剿灭。要死！我要的就是丁旅长这句话。不过，如果没有如果，话可是你说的，是，必须是我说的。 我们有阁下撑腰，卑职必须有什么说什么。希望丁桑办事跟说话一样的干脆。是。走。 下去吧，丁队长。啊，想问句，丁队长，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哎，一言难尽呐。我们去喝几杯。喝酒？这不是中午了吗？一起吃个饭。喝酒。 那就多谢了，给我盯紧点儿。我和桥本先生就在附近的餐厅，有事儿随时汇报。是，丁队长真是敬业有加。请，谢谢，干。 丁队长，杀害孙如海跟刘栋才的人抓到了吧？难呐，我丁某人当差，够尽心尽力了吧？孙如海和刘栋才的下场，说不定就是我丁某人的。<笑> 你说这个孙如海和刘栋才藏得够严实吧？可还是被找到了。木斋先生就知道抓人，抓人，抓人，去哪儿抓？丁队长，对你我深表同情啊。 队长，乔本军是自己人，有话直说。是，我们抓住了给军统通风报信的疑犯。招了吗？招了，就是这个小子，给一个叫唐二十三的戏子，透露了孙如海和刘栋才的藏身之处。好。哪家戏园子？具体哪家戏园，他也不清楚。每次都是唐二十三找他。 马上集合人马，兵分三路，去上海滩所有的戏园子抓人。是，丁队长，祝贺你啊，再立新功，我敬你一杯。等在下回来，请乔本军喝庆功酒，干！撒要啦啦。
你听好了，告诉你们孙如海、刘木才，咱们这出的人已经暴露了。谢谢。 唐二十三暴露了。唐二十三？是的，大号银行我没特工冒险告诉我的。你马上通知唐二十三，让他赶紧躲一下。是。等等，还是把他带到这儿吧。明白。我想带小王自己去，这样比较好跟他沟通。可以。你准备一下，咱们马上出去。 谁是唐二十三？就要出来！唐二十三，怎不令人痛心呐？说，他在哪儿？他在前台唱戏呢。你们要看着他。 是，都给我看好了。你们几个，跟我去看戏。是。别动！是。哎呦，干嘛呢？人家。 想上厕所，不行。可是人家憋不住了啦。老实点儿，别给我耍花样啊！哎呀，真的，都拉裤裆了。不信，你闻。行了行了行，让他去吧。走，你跟着他。是。哎呦呦呦呦呦！快点儿！ 哎，你说的厕所在哪儿呢？啊，厕所就在那儿呢。啊！别动，走，别管我。
好险，还是你反应快，咱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没关系，我知道他在哪，跟我走。都给我堵住！是。是你们怎么来了？跟我们走吧。去哪呀？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哎呦，两位姑奶奶，我求你们行行好吧，饶了我这条小命，放了我吧。怎么不叫大哥了？我要是连你是男还是女都看不出来，怎么在江湖上混啊？要想保住你这条小命，就赶紧跟我们走。我不跟你们走，走，走啊，走呀！哎呦，走！哎呦，我走啊！哎哎哎哎，走，放开，走啊，放开我！没拽着，没跑呢。到底？哎呦！我赌咒，我发誓，人家绝对不跑。闭嘴！
我跟你恩断义绝，别搞吕洞宾了，我们是来救你。救我？我又被人家，还不都你们害的？别犯浑，现在到处都是抓你的人，想活命就跟我们走。放过我，自己走。 所有路口肯定都被他们封锁了。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死定了，死定了！哎，你个大老爷们，怕什么呀？这是妖女的事情，凭什么一个大老爷们不能怕呀？小丸子，你给我听清楚，我要是被日本人逮到了，我定给把你供出来。你别吵了，现在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怎么引啊？不如你们两个就把他引开吧，我先走了啊。哎，回来，想得美。 谢谢，谢谢。听说张副行长对红酒很有见地，谈不上见地，只不过是尊重。 难道你不认为，创造出这么好的佳酿，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吗？当然。
你很不简单，不简单的可不是我。您谦虚了。 我记得，听你介绍过，你一直从事金融业。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我们的所能，为我们的国家做我们应尽的事儿吗？您放心，我是在为国家做事。 那就好，来，干杯！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以后，迅速做出了反应，没想到敌人十分狡猾，事先安排好了接应，人没有抓到。 青木、はい、どう思う？敵の反応からすると何か策があるはずです。しかし組織の者はなぜ我々の目的がタンアルセさんであることを。橋本の様子はどうだ？ああ、監視を続けているのですが怪しい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恐れながら橋本君は違うかと思うなどとお前が言うべきではない。感情に流され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はい、報告します。入れ。報告いたします。緊急電報です。 全滅したなと。そう、そんなまさか。間違いない。 敌は銀行の中にいる。艦長がいるぞ。でなければここまで正確に情報は把握はできない。青木、はい、銀行の関係者を洗え。井上、張子墨、周崇、一人残らず。はい、丁さん。带你的人潜入租界，给我突击租界内所有城前方面的银行办事处。是。卑职即刻部署。还有。 荷物が重慶までは着いたからまだ良かったが、どうやら水の泡にならなかったようだ。
宋先生吗？啊，对，我是东楚银行张子墨。你那个合同我看了，还少了一个签字。是，我这不是着急归档吗？那好，我们就约在东楚银行对面的咖啡馆见。好，一会儿见。 喂，喂，王先生吗？您昨天预定的紫罗兰到现在也没有到货，可能是路上遇到一些问题。您和太太不要来了。我知道了，谢谢。 见，您找我，周助理，我需要一批请柬急用，但是我现在手头上有很多工作，没有时间去买，你能去帮我买回来吗？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哎，对了，你知道霞飞路上那家老字号的文房店吗？知道，就去那儿吧，他家的印刷品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明白。哎，等等。 您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你衣服穿那么少，不怕着凉吗？没事儿，我还年轻，一点风算什么？年轻的时候人找病，老了以后病找人，找我的。哎，这多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张副行长，我拿着。 你一个大男人这么啰嗦干嘛呀？不是，你看，正合适。给你。对了，开我的车去。张副行长。 先生，您的咖啡。好的，谢谢。请慢用。宋先生，您看一下这个内容，然后在这边签个字。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被日本人监视了。
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假币以及日本人的据点全都端掉了。太好了。所以日本人方面对于你们银行内部高层的监管加强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李云也被日本人监控起来了。我想到了，花脸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暴露。 但是日本人和其实六号抓人是不需要证据，所以他们随时有可能抓捕李云。组织上出于安全的考虑，允许你跟李云同志提前撤离。任务才刚刚开始，此时转移损失太大了。可是如果继续潜伏下去的话，危险系数太高了。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办法，让敌人暂时消除对李云的威胁。 ジャンズモーではないよな。本当か。わからない。少し背が低い気がする。ジャンズモーの助手だ。もし青木中佐が追及したら、早く追うんだ。 ジャンズモーが助手に使いを頼んだだけだ。普通のことだよな。この時間彼は事務所にいるはずだし。確かにそうだ。このことは中佐に報告しない方がいい。俺らの間違いだと知れたら面倒だ。そうだな。何も見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とこう。ああ。ジュン。 您看这种行吗？对，就是这个。谢谢啊。您太客气了，您忙吧，有什么事随时叫我。辛苦您了。您的车钥匙。 张副行长好，好，小吴。哎，对了，后勤部的预算做好了吗？快好了，下午就交给你。下午还有事儿，交给周彤就行了。行，那就不耽误您了。好嘞。 哎，参谋啊，军，来来来，请坐。不必客气了，江副行长，今天晚上您有事吗？没有啊，怎么了？今天晚上我在新青年饭店请客，
请您务必赏光。好，好，好。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您猜对了，确实有喜事。什么喜事？我先卖个关子，到时候您自然就知道了。好，那您先忙，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给周彤，我现在要去一趟大和洋行，将请柬亲自送给青木君跟桥本君。好的，我们晚上见。晚上见。 監視をした結果、ランズモに異常は特にありません。女性が開いた花屋をよく訪れるのですが、偵察をした限りではこの店にも異常は見られませんでした。異常がなければ問題はないのか。 敵がそんな簡単に尻尾を出すわけがない。愚かでした。もしかしたら76号の者を疎開に潜入させてみてはあの女を捕まえますか。本当に問題があれば女を 利用して突破口が開くはずです。いいだろう。やるなら秘密裏にだ。わかりました。ディンリエの準備を整えろ。こちらはあと2日見る。はい。それから先ほどランズモーが私に 招待状を何でも今夜宴会があるとか。若干興奮している様子で、一体何を企んでいるのやら。行けば分かることだろう。 全く子母君は遅いな。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笑>そうだな。そうですね。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不好意思，让诸位久等。子母君，姗姗来迟，今天可要多喝几杯啊。应该的，应该的。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该到达了吧？<笑>好，我现在就倒给你。 亲爱的，进来吧。
子墨君，这是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她叫李云，给各位道福了。哇，真是貌合天仙啊！子墨君，你的艳福不浅呐！子墨君，怎么一直没有听你提起过啊？不瞒您说。 今天呢是我的订婚宴，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赏光。真是才子佳人啊！恭喜丈夫航长。同喜同喜。哎，来，咱们就坐吧。请。服务员，上菜。好的，各位请稍等。昨日の宴会について花屋の女に恋をして、花を買うと見せかけて店に足を運ぶのは自然な行動といったところだな。その通りです。策略だとしたら、何事もやすやすと結論付けるな。 はい。ではジャンズモーとあの花屋の監視はまだ続けますか。このジャンズモーは市長が直に推薦してきた。あまり派手にやると気を損ねられる。情報に監視をさせろ。はい。 李世群敢在租界里对我下狠手，这次殉难的人员实在太多了，只要在场的，无一幸免。你马上给我制定一份上海日伪高层人员的名单，发给志涛，让他立即执行制裁行动。是。 你先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我送你。这是一份日伪高层人员的名单，处座命令我们即刻执行制裁行动。来，都坐下吧，咱们分配一下。 因为这份名单上每个名字下面都有个编号，我们先解决前四个。林秋燕负责一号，我负责二号，志伟三号，猫眼四号。有问题吗？没问题。我有问题，我负责三号。给我一个理由。我之前抓过奸商，对东洋银行比较熟悉。好，那你负责三号，志伟负责一号。 好的，明天一早我跟志伟带上唐二三一起出席侦查，你们两个守将。是。刚才起得床，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 家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惭。国王的君子，听我言啊。
周长官，这么闲在啊？我唱段戏给你听吧。行了行了，我没时间听你唱戏，找你有事儿。坐下聊。我不说你应该清楚，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都干了什么。现在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出把力。长官，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我也听不懂。有事直说呗。好，我需要你帮我摸摸这几个人的底，把他们的照片拍下来给我。凭什么呀？我还没同意帮你们做事呢。你现在已经可以同意了。要是我不同意呢？道理我都讲了，怎么做你看着办。慢着，要我帮忙可以拿钱来喽。钱可以给，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个中国人。安琪吧，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咱们去参军吧。不是咱们，是我。不会是他，不会的。怎么还不休息啊？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些问题。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没什么。早点休息吧。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你真是太客气了。您前天晚上宣布的太突然了，只有今天补上了。谢谢。您先忙，有事叫我。好，我也替李云谢谢你。客气了，您忙吧。照片到手了，你的人没暴露吧？放心，除了我唐二十三的人，换成别人可玩不转呢。赶紧的，吃饭。照片你们仔细看一下。大家吃饭吧。先吃饭吧。味道不错。秋燕，秋燕，啊，吃饭。哎，啊，
便，吃饭。哎呦，长官，我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脚都快跑断了。还有我的冲洗费用、胶卷的费用，哪这么多废话？吃饭管不住你嘴吗？放心吧，一个子儿也少不了你。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赶紧吃吧，吃到肚子里了才踏实。吃菜。吃好。赶紧吃。这是一份日伪高层的人员名单，上峰命令我们集合执行制裁行动。扛枪打仗保卫祖国是我们男人的职责，不是吗？国家就只是男人的国家吗？当然不是。阿良，你说等咱们回了南京，接着下午汉奸。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猜猜我是谁？第二部の印刷が完了しました。井上に通知しろ。受け取りの準備だ。東和銀行に置きますか。問題あるか。ありません。しかし。しかしなんだ。館長を炙り出す。機械を作ってやってるんだ。わかりました。愚かでした。
丁立家が少し気になる。憲兵隊から数人集めて林智主演の娘の捜索をしろ。はい。这样不太好吧？说吧，谁派你来？没人派我来。你是谁？不是谁重要，倒是你。你还知道自己是谁？秋燕，你是秋燕。否则我一枪打死。秋燕，你还活着，太好了。我是林秋燕，我是还活着，但你也许不该再活着。警察局的人说，你家人都死了，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个林秋燕确实已经死了，她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过得好吗？
生活的好像很不错嘛。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副局长，东亚储备银行副行长，为什么都是副的？你不觉得你的主子有点委屈了你这个刘过德的金融专家吗？你在为军统工作。我为我的国家工作。那你为什么来上海？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那个曾经跟我大谈救国和有着远大理想的，为什么成了日本人的狗？我没有投靠日本人，我在为新政府工作。做什么不好呢？过去我们曾想过一起去统军，想要尽我们的所能一起拯救我们的国家。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一个新政府，一个稳定的政府，一个有利于人民的政府？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那为什么不让日本成为我们强国的工具和阶梯呢？狗屁新政府，那是走狗汉奸卖国贼，是日本人杀了我的全家。那个日本人就那么一刀又一刀地砍向了我的父母，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血，你知道吗？他们就死在了我的眼前，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救不了他。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现在无数个不再想着怎么把日本人千刀万剐、生吞活剥，我想要搅碎他们的每一根骨头。尽快消失。
如果再见，你必是我枪下的主。